台北慈院的家人，疫情的时候，大家义无反顾啊，用专业也用爱来守护这些病人。在元旦的时候，有机会参加我们大爱台的25周年庆，也是我们关渡静思堂的启用。那当那个主起师姐在跟上人介绍华脉涌泉这个设计的时候，当中有提到人生有20难。当我听到这人生有20难的时候，我很自然就想起，我人生这60年来，还有我们这2-3年来的疫情当中，到底碰到了什么难？所以回家之后就去搜寻这20难，还有上人的开示，其实就是那7个字：有心对治就不难。什么叫有心对治？我的解释就是勇于承担，勇于面对。那除了 有心对治之外，其实很重要就是一定要身体力行，还有兼顾道心。面对去年的这么大量的一个确诊个案来，大家就是有心去面对，大家和和互协。去年12月25号的晚上7:55，院长给我一个 LINE， 明天可不可能考虑加开4床专责病房？因为现在前阵子疫情有比较稍缓，所以我们大概专责病房都会因应病人的需要增加或减少。现在在急诊等待的病人当中，有3个是80岁以上的长者，其中有一个还是90几岁，那一个是70岁，一个是62岁。那大家还记得那几天是非常非常冷，这长者在急诊那么冷的天气下，在那边等候，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辛苦，很不舍。其实我也不舍让同仁那么辛苦，所以还做了一些人力的调动。调动之后，就是多有一个人去我们10A病房，就是大夜班的时候。那我就跟值班会长讲，我说你想跟同仁商量一下，是不是主任不勉强，那人多给一个人了哈，那是不是试着把病人接上去，1个2个都没关系。那接下来这4个病人，同仁都接上来了，所以我当下我就非常感动，非常的欣慰，我的同仁有同理心，不舍让这些长者在天气那么冷的情况之下在那边待床，所以我是非常感谢感恩他们。感恩守护生命，守护健康，守护爱。大医王是抢救人的生命，那护理就如菩萨，那是守护的生命。医王们啊，接到来的病患要紧急的抢救，那护理呢是要整天整天的守护着。所以啊，抢救生命背后呢要有一大群的守护生命的护理菩萨。只要医王与护理之外啊，还有呢要有有书啊，反正整个医院啊有多个科系要汇合起来，缺一不可。哪怕是阿姨阿嫂，没有这一群人啊，我们的医院呢哪能干净呢？所以呢连那一群阿姨阿嫂啊，在楼梯啦一直一层一阶的擦呀擦，有的时候我要上楼下楼，看到了打从内心的那样的感恩。这总是我们的医疗系统很期待的，是要有充满感恩，哪怕我们脚要踏的每一阶也都要感恩啊。这就是一种真诚的美。人生哦，真善才能美，这都是生命的价值。这一回我出来一直翻覆了这几句话，这几个字能做得到，那就是生命的价值。这就是最有价值的生命啦。
做得真，而且呢付出的快速，而且呢守护的永恒，这不就是最美好的人生吗？尤其是后面又有一句哈，所至弘道，其道甚大。我天天都对自己说了，所至弘道，其道甚大。这所至，我既然呐，就是出家，就是要为佛教、为众生，这是我立的志愿。每一天都向自己这么说：所至弘道，其道甚大。几十年走过来了，我觉得那样的华喜，华喜，因为呢，按照这样的话，这没有偏差，所以呢，到现在自我检视一下，盘点一下，会觉得呢很安心，而且也是自我赞叹，我没有偏差过。那这样的心得，很期待人人都能做到，所以我就提出来跟大家来分享，这所至弘道，其道甚大。我宗教的工作总是这样做来为佛教、为众生。那医王以护理，不也就是发愿要当医师，发愿要做护理啊，这也是志愿啊。所以医师呢，所在当医师的志，所志弘道。因为医师呢，他对人间呐、是最有价值。有人一定会有病，有老病啊，需要依赖的是医护，这就是生命与生命的对话。有病需要呢医药来医啦，那众生有烦恼呢，就要法药来治啦。法药，第五呢，总是用法药对症下药，那因机多教，也要多用心体会他、了解他、辅导他，这是心灵。医师呢，跟护理总是呢对他身体的病。不过现在啊，越来觉得医护呢更需要给病人有信赖，你用爱去亲近关怀病人，病人呢一定啊只相信你，而且呢那个心的台中啊的涵盖，那就是爱。因为我相信你，你跟我有缘啊，有缘呢里面就是有爱的成分。所以说吼，信愿行啊，只要相信我说的，大家都愿意去做，愿意那身体力行，叫做信愿行。如何做到呢？被相信，而且愿意投入共同一个方向，安尼呢去行动，这都是呢很重要。期待呢医王与白衣大师，你心知我心呐、同样人生的价值就是工作，尤其是呢医护呢面对的是生命，那给予
人的生机啦，真的是期待，也是希望呢。那真正要放心，就是守护生命，守护健康，守护爱，要守护别人呐、啊，一定要记得先守护好自己。疫情还没有过，也就是需要院长啊，各位主管哦，过好咱的医护，对我们的同仁都要过好家己，过好别人，哦，别人呐过好呢，咱家己也才会安全。这种是现在社会这一股疫情，很让人心很惶惶不安哦。那要如何稳定人心呢、啊？以心总是呢，也是要发挥那一份的守护慈爱哦，感恩呐、啊。